皆さんはガンダムって知っていますかプラモデルを作っ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かガンプラはガンダムプラモデルの略称です。1979年、アニメ「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が放送された時はあまり人気がなく子供向けのグッズやおもちゃは 注目され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が、アニメの再放送によって、1981年2月にガンダムプラモデルは飛ぶように売れました。また、一番最初に販売したガンプラは、比率が144分の1の RX の78の2というガンダムで、通称初代ガンダムでした。 現在のガンプラは海外を含め5億以上の商品を出荷し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ガンプラは空前絶後のブームを迎えている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ありません。今年でガンプラの歴史は42年です。その長い間に色々なガンプラシリーズがあります。では今日は 重要なシリーズを紹介していきます。1、ハイグランド HG1990 年3月に販売したシリーズです。ガンプラ10周年を記念して販売された比率144分の1のものです。そしてボールジョイントを使ってマルチカラー成型技術でガンプラの外見と稼働範囲を改善しました。 当時、この商品をデザインしたのは大河原国夫という方で、この方はアニメ業界で最初の機械設定士でした。彼はたくさんのロボットを設計していましたが、その中で最も有名なのがガンダムです。2、マスターグランド MG ガンプラ15周年の記念企画です。 MG の最初の理念は100分の1の比率と最新技術を合わせてもっと広い稼働範囲とかっこいいポーズを追求することでした。初心者でも簡単に作れます。だから MG シリーズは一番作りやすいガンプラと評価されています。3.Perfect Grand PG ガンプラ20周年企画のもので比率は60分の1です。PG シリーズの設計はアニメのデザインから離れたリアルな角度のガンプラの設計です。PG が求めるのは究極なガンプラじゃなく、究極なプラスチックプラモデルだそうです。 他にも FG, RG, RE, Hi, RM, SD, MGEX などがありますが、ガンプラの世界はすごいです。毎回新しい商品情報が出ると、台湾のガンプラマニアはよくこう言っていました。お金が消えたわけじゃない。ただ好きなものになっただけだ。お金はあなたのものじゃない。 すべてのお金はバンダイのものだ。というような面白い言葉があります。以上がガンプラについての紹介でした。では、中国語に移ります。はい、大家好、おしわ老师今天の内容はガンプラ、ガンダムプラモデル。つくの、就是ガンダム模型。 那今天的内容呢，是由我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我的学生所提供的。那大家知道钢普拉吗？那大家有做过普拉木的吗？有做过模型吗？这个钢弹模型呢？好、哦，这个先不讲模型，钢弹这个卡通啊，它是在一九七九年播放的。那那个时候啊，它播放的时候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人气。 然后呢，就是以小朋友为对象所卖的一些 goods，或是 o m o c h goods 呢就是周边商品 o m o 就是玩具。然后以什么什么为对象，这个呢就是名词加 muke。那这些周边商品啊、玩具啊，大家呢都不注意它，就是非常非常没有人气。不过透过了。 这个重播，anime 的重播了之后呢，他在一九八一年二月的时候呢，他这个 g u n d プラモデル呢，哇，他就卖的超级好了。好，这边有一个头部右你，五列ル，这个头部右你，好是专形容这个ウ路的，好就是指哦卖的超棒的、超好的，好这样的意思。 另外呢，哦，最一开始啊，贩售的这个 g a m p l a 这个模型呢，它的这个比率呢是一百四十四分之一的，呃，型号呢叫做 RX 七八之二的一个钢弹模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初代的一个钢弹模型。现在的钢弹模型呢、啊？ 几乎然后就是包含海外这样子，已经超过五亿以上的商品了。好，这边有一个 s u g a 哦，就是出货哦，已经出了，就是五亿以上的商品了。所以呢，这个钢弹啊，钢弹模型啊，真的，我们吼说它是已经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热潮，也不为过。好，空前绝后呢、呃，叫做 o u z e n zeggo。 boom を迎える，就是迎接热潮，然后呢卡公ではない，就是也不为过，这样说也不为过。今年呢，好到今年呢，这个钢弹的历史啊就有四十二年了。好，在这么长的这个期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钢普拉系列子，就是钢弹的一些系列。 那今天呢，会来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系列。第一个 High Ground HG，这个呢是在一一千九百九十年三月所贩售的一个系列，它是呢钢弹，好、哦，纪为了纪念钢弹十周年所贩售的一个比率一百四十四分之一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他这边呢使用 b o l l joint，这个呢算是一个专有名词啦。哦，一开始我也不懂哈，是这位学生呢他教我的。那这个 b o l l joint 呢是球形关节，因为很多模型都有球形关节嘛。好，然后呢还有 maruji kara c e k i g i 这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叫做多彩成型色。 他利用这两个技术呢，哦，让这个 Gan プラ这个模型呢的外表跟还有它的可动范围呢，哦，就改善它这两个部分了。那在当时呢，这个商品呢，哦，设计这个商品的呢是有一位叫做欧卡瓦拉库尼奥大河元邦男，哦，有一一号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呢非常非常厉害哦，他是这个动漫界的。 最一开始的这个机械设定师，那他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这个 robot 哦，这个机器人。那在他设计的里面呢，最有名的就是钢弹了。好，第二个 Master Grando MG，这个呢是钢弹十五周年的一个这个纪念企划。那 MG 呢，它最初的理念呢就是，呃。 就是配合了这个一百分之一的比率呢和最新技术哦，然后让它这个这个钢带模型呢可以更有更宽的一个可动范围，跟一个非常酷炫的一个一个 pose pose 呢，就是大家知道嘛哈、哦，英文的 pose，好呢，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东西。那其实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初学者呢也非常非常简单可以做的，所以呢，MG 系列呢哦就被。 形容哦，被评价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做的一个钢弹。好，第三个 Perfecto g r a n d o PG，哦，这个呢是钢普拉钢弹二十周年企划的一个东西，比率六十分之一 PG 系列的设计呢，哦，它其实啊离开了这个动漫的一个设计感，它是一个非常现实感。 的一种角度的 g l a m p l u s 设计哦，现实感哦，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常 real 的一个角度的一种设计。好，那 PG 呢所追求的呢，就是一个非常终极的这个塑胶模型啦，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呢，并不是终极的模型而已，他是想要在。 所有的这种模型里面称王。好，除此之外呢，也有 F G R G R e High R M S D M G E X 等等的。那这个钢弹的世界真的好厉害哦！而且呢，每一次有新商品呢、新商品的情报呢出现的时候呢，台湾的钢弹 Money 啊，哦，钢弹迷呢，啊，就会这样讲，就会说，不是钱不见。 只是变成喜欢的东西而已，或是说钱不是你的，所有的钱都是万代的。好，为什么是万代呢？是因为钢弹是由这个公司呃卖的嘛。好，这、就是台湾的这个钢弹迷呢，好像非常非常疯狂哈，就会好多好多名言跑出来，很有趣。好，那以上呢就是钢布拉的一些介绍了。

空前中央。四、ブームを迎える。ブームを迎える。一節日潮。五、比率。比率。比率。六、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と。 一点もカ这样说也不为过。好，以上的就是今天的内容了。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麻烦帮我关注、订阅、追踪。另外呢，我有 IG、布勒格、推特、Facebook，还有 Facebook 的日文学习社团。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加我。谢谢。お疲れ様でした。